长会觉得整合郭台铭的时机到了吗？他还在联署，联署已经送过去了，最后联署的结果还不知道。我真的觉得总统没合的话，立委还有可能可以合作，应该还是可以。部长会回郭当不分区的第一吗？没有人告诉我这个事。郭台铭他自己独立参选，争议蛮多，会不会劝他不要独立参选？我们朱主席不是都有跟他在联系的吗？这个尊重我们主席，以及联系。院长，你支持蓝白合吗？你自己支持？现在还支持？现在还支持？当然没希望蓝白能合。那现在看起来好像就是一直都破局，而且还谈过好多次，三方也谈过了。那现在看起来好像也不是很乐观。乐观不乐观没有关系，总是会有一个结果。我们大家共同等待这一个结果。